你等下全部要分给大家的啊。知道啦，拿走啊。玉皇香给他试一下，直接坐在带回家就好了。不是，不要见什么都见什么，反正听起来就是一箱的。对，要不然他您选给他就好了啊。玉皇香，这个玉皇香，十个你就拿钱老板二十个啊。这个十个的，你看看这几个，这十个了，这十个了。厚板这个厚板，对，数量对。81个，82个，哎，我的12、23、25啊！我的我，啊，人家这个分轨利益啊。先点给它固定就好了哈，这个不要跑整条，怕没有准。好，我知道。先点个三点了哈，就不会动了哈。换边。里面哈不要太多那个快干，快干要。啊，你拿挂啊我。那个。啊，这里面不要太多快干，快干给它放外面。你看这外面有没有？我这里这有留一个缝了哈。应该是盖子的前后。快干从外面这样跑一趟，然后第二趟，看有没有密，没有密的地方压一下，这样的哈。好，你看有密的哈，然后在这边有没有？这好一点点下来，你看啊，你看这个有都有密的，对吧？这样，它会吸进去的。我要照压一下，这就好。OK。
啊，这个前面这个地方哈，刚好里面有点啊，这边这个地方一样。这个哈，就是我们里面不要太多那个快干味道，我们里面点三点，啊，点三点，它外面这样，就留多一点点跑出来，这样子。哦，你为什么这个没有凸出来给它防御？凸出来不好点嘞。哦。这个框有没有哈？你这个凸出来之后，这样不会很紧。啊，你因为像你这样子，这样会防御。那个我现在讲给你听，对，现在缩进去哈，我这个好控制，现在这个四方形粘好的时候，我这好控制。对，哦，对，先粘在外方了啊。对，好，这样你看哈，这样把它勾起来，这样对，放进去，刚刚好啊，哦，好像不会动，对，行吧，四方都刚刚对，对。等一下，你要拿一块木板重的压着，而且不能单点压，单点压会变形，让那个洞陷下去哦。因为你如果说这个没有这样，我们翻过来再粘。